中国怪观众来了解到，明天呢就是嘉义选举的投票日，12月18号。现在嘉义市长延长赛已经打到了最后一天，今天的选前之夜呢，来关心到民进党的李俊毅选择在他的竞选总部来举办他的选前之夜。我可以看到现场气氛其实还是蛮热闹的，毕竟今天呢是天空洒着绵绵细雨，而且天气还蛮冷的，但是支持者我可以看到真的是摇旗呐喊，不畏这个风雨无阻，从这个新达路一路徒步一直陪着李俊毅走到了他的竞选总部现场。而现在也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也是邀请到许多民进党内的大咖来助阵哦，包含现在呢由这个立委王美惠以及范云还有管碧玲等人呢，刚才都是上台来助讲了一番哦。而稍后呢其实还邀请了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民进党现在的代理党主席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嘉义县长翁章良等人，稍后都会一同来出席。那么在今天呢可以看到选前之夜哦，举办在这里算是嘉义来说非常的特别。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嘉义市哦过去每一年都会在这个中央的圆环喷水池来举办这个民主之夜，也就是说呢有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支持者都会来互相助讲助选哦。那么今天呢李俊毅现场在这里其实气氛也算是非常热闹。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我们再把时间交还彭磊。嘉义市长明天就要投票了，而今天刚好也是嘉义市国际管乐节，蓝绿两党的候选人也从下午开始一同采街，而争取连任的市长黄敏惠晚上6点也来到体育馆参加30周年管乐节活动。一到场，民众超热情，抢着要跟他握手拍照。选前一天，黄敏惠没有特别举办造势晚会，而是选择跟嘉义乡亲一同聆听表演。接下来是我的歌。而他预计在管乐节活动结束后，在晚间8点45分，黄敏惠安排会到文化路来徒步扫街拜票，做最后的选前冲刺。他也呼吁乡亲18号大家一起回家投票。